情义无价，能够付出不怕代价。那这么说，凯强的腿会瘫痪？一般脊椎受到伤害以后都会造成瘫痪，像钟先生这种情况，最坏的可能就是大腿以下的感觉将完全消失。妈，奶奶，奶奶，妈，奶奶，妈，我不能相信。林医生，难道就不能复原了吗？也有很多瘫痪的病人很有毅力地勤于康复训练，所以有很多人都可以逐渐康复，像正常人一样可以站起来走路。医生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哥，我哥他毅力很坚强的，他一定可以康复的，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可以瘫痪的。医生，求求你帮帮他，一定要帮他。对不起，他太激动了。我能理解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。病人马上就要被推回病房，等麻药过去以后，你们可以过去探望他。哎，林医生，这个伤势的详情能不能不要告诉凯强？好吧。先坐下。林燕，不要再哭了，刚才没听大夫讲吗？说凯强是可以康复的，他是个挺有毅力的人，腿将来肯定能好，也能够像你一样站起来，对不对？不哭了，不哭了啊。在叫你，奶奶来看你了，凯强，睁开眼睛看看。啊，雨晴，雨晴，我来帮你。凯强，你醒了吗？奶奶就是希望你醒过来，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奶奶。我去告诉他们，凯强已经醒了。云云，是不是把你吓坏了？你刚做完手术，干嘛说这些啊？是啊，凯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那个何雨晴，她得罪了人，所以
把你害成这样的。奶奶，这事不能怪雨晴。雨晴她怎么样了？雨晴很好，没受什么伤。啊，云云，这个事千万不能怪雨晴。我从来都没有怪过她。可是为什么那伙人把你打得这么凶，可是她一点事都没有呢？为什么呢？啊，奶奶，所以这不关雨晴的事，那些人都是冲我来的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会在他家呢？奶奶，凯强刚醒，我们先别问那么多了，好吗？啊，对，对，歇会儿啊，乖。凯强已经醒了，他一睁眼就说要见你。谢谢你。雨晴，雨晴，你没事吧？雨晴，我已经通知医院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闲杂人等不许见凯强。奶奶，我想和雨晴说话。这，他是因为做错了事，对不起你，内心歉疚，所以才来道歉。奶奶，我已经没事了，你就不要再追究了，好吗？奶奶，凯强刚醒，你就依着他，让他跟雨晴谈谈吧。可是奶奶，凯强，雨晴，你哭什么？我很好，又没缺胳膊断腿的。不行，不行，我走给你看。哎，别动，别乱动啊！好了，好，你别哭了，我听你的，不乱动。不过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许再哭了。嗯。伟康什么时候来？他一会儿就会来，你要找他吗？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。我想知道，究竟是谁指使那三个家伙这么做的？一定很了解我们，所以就把我引到你们家去了。凯强，你别说话了，多休息。我没事啊。我看这回钟凯强可能是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人查到我们头上。您请放心，我那几个手下很小心，没露一丝马脚。刚才跟你说的那几件事，你赶紧去办吧。是。放心吧，我的温度啊一定很高，因为我一向对每个人都很热情。给，谢谢。谢谢。林医生跟我说，我手术非常成功，是不是我很快就可以出院了？你不要心急，这手术才几天，你已经恢复得很好了。可这些日子以来，我怎么还觉得我的腿像冻僵了一样，一点知觉都没有呢？那是手术后的必然现象。
很快就会恢复的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我多么急着出院，多么想下地走一走，因为我就要结婚了，就要成为新郎了。奶奶，我的主婚人，奶奶，我正和护士小姐说，我马上就要成为新郎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我的孙子是个标准的美男子。美男子啊，奶奶，哪有像我这样窝窝囊囊瘫在床上的美男子啊？瘫？嗯，我谁说你瘫了？啊？谁说你瘫了？是你吗？哎，奶奶，是不是你啊？是不是你说我孙子瘫了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你奶奶，你别说护士小姐了。凯韵，我的漂亮伴娘，不是说了吗？不要天天来看哥哥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关心我啊？啊，是不是家里没有人跟你吵架，觉得冷清了？啊，你放心，看在你这么关心我的份上，等我出院，一定带你去好好的玩几天，怎么样？啊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干嘛不进来啊？我又没得什么传染病。进来，进来啊！凯韵，你哥在跟你说话呢，啊？哥！我这个傻妹妹到底怎么了？难道你还怪我没有下床到门口去接你啊？啊？哥！啊？你不要再逗人家开心了。嗨！我告诉你，你再也站不起来了，再也不能走路了。凯韵，你在瞎说什么呀你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我再也不能站起来了？奶奶，不是这样的，凯乔，你听奶奶说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你胡说什么呀？凯乔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奶奶说，你听奶奶说，你的腿是有点不舒服，可是没事的，绝对没事的，过两天就会好的，一定会好的，你相信奶奶，不要。我说我这两条腿怎么像死了一样？原来是两条没用的腿。凯强，那我还要它有什么用啊？凯强，凯强，凯强不要，凯强不要，不要，凯强，松手！我已经残废了，你还管我干什么？周凯强，周凯强，听清楚，你的腿一定还能治好。如果你要是用花瓶砸了它，你这辈子就残了，你知道吗？出去，滚，给我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好，你们都不滚是不是？好，我一个人爬出去。盖强，盖强，不要，不要！妈。你和我出去吧，妈，我跟凯强谈谈。既然凯强都知道，就不要瞒着他了。我相信他，跟他爸爸一样有勇气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伟康，你告诉医院，把客厅打开，让他们去休息。是，钟先生。别再闹了。别闹了，奶奶，凯强，麻烦你请林院长来一下。嗯，
我哥他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，凯强和院长谈完了没有啊？我去的时候门还是关着，估计可能还在房间里边谈。哦，伟康，你看你闯了多大的祸，你哥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你叫他怎么接受这么大的打击啊？我最爱我哥了，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的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，先不告诉他实情。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天天来医院，天天看着他，想尽一切办法逗大家开心，不让大家为他的伤痛难过。而且他还真的以为再过几天他就可以出院了。他这个样子我看不下去，不能再骗他了。钟老太太，其实我觉得大小姐说也就说了，这么瞒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另外在我看来，这段日子和大少爷接触，我认为他的意志很坚强，我相信给他一些时间他可以挺过来。谢谢你，伟康，听你这么说，奶奶心里会好受些。以后还要请你多多帮助凯强。是。奶奶以前一直以自己孙子为荣，说起来好笑。现在倒反过来要求别人来帮助自己残废的孙子，老天真是会捉弄人的。现在海强已经变成这样，如果奶奶是说，如果海强一辈子都要坐在轮椅上，你还愿意嫁给他吗？我愿意，就算他一辈子都坐在轮椅上，我都愿意。谢谢你，雨雨，谢谢你，奶奶，谢谢你。妈，怎么样？林院长已经把最坏的情况都告诉了凯强。凯强说，他现在最想见的是云云小姐。快去，去，去。有些话要跟你说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能力照顾你们一家人了，所以我对不起你，
我不能再为你干什么了。让我来照顾你，保护你。让一个女人来照顾我，我还是钟凯强吗？我娶你就是为了要给你幸福啊。可是连这点愿望都不能实现。刚刚林医生跟我说病情的事，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你，因为我想告诉你，不要因为戴上了我给你的戒指就要向我承诺什么。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约束。你以为我把它当作约束吗？我是觉得我们会相守一生，我才答应了你的求婚。对我来说，你做董事长也好，坐轮椅也好，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。我才不需要娶一个老婆来分担我的悲剧。如果你真的不希望折磨我，不想让我坐在轮椅上，不想让我内疚不安的话，我求你忘掉我们的婚约吧。你干什么？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，你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！凯强，凯强，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能为你做的？即使你一辈子都只能坐在轮椅上，我也要嫁给你，我要去照顾你的生活。护士，来人！凯强，来人啊！来人！凯强，麻烦你请他出去。我想休息一下。凯强，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云云，凯强。为什么云云会哭着出去啊？你跟他说什么啊？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男子汉，但是我没想到一点点挫折就把你击垮了。你知道吗？云云为了你放弃了一切。你这样把一个那么爱你的女人赶走，你不觉得这样做很过分很自私吗？你好歹吃两口。是啊，奶奶，你老是这样不肯动筷子，身子会垮的。是啊。凯强变成这个样子，叫我怎么吃得下饭呢？何小姐来了。雨晴来了。奶奶，朱先生。有事吗？奶奶，我有个请求。你想去看看凯强是不是？嗯，想去就去吧。凯强心情不好，你去劝劝他也好。不过怕就怕你也跟别人一样被他赶到门外头。我知道所有的护士都被他骂走了，但是我请你们相信我，让我去照顾凯强吧。你去照顾他？嗯，我原先在医院的时候照顾云云和韦伯母，学习了一些护工知识，而且后来又服侍过钟太太，我一定能照顾好凯强的。你细心、耐心、细致，在照顾星河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看见了。不过凯强的情况有些特殊，你去照顾他，他心里会抗拒的。嗯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有信心，我一定能改变他的。你不要太高看自己。我不同意你去照顾我哥，你当自己是谁啊？凯月，不许这么说话。这件事我做主，我
我答应你，待会儿我打电话到医院告诉他们你是我请的特别护工，专门照顾凯强的饮食起居。谢谢你奶奶，谢谢你信任我。那我现在就去医院了。奶奶，你为什么答应让他去照顾我哥呀？这件事只有我心里最明白。雨晴不但熟悉护士工作，而且也只有她最了解凯强，凯强心里也是最在意他的，也最怕伤害他，所以为了雨晴，凯强一定会改变自己的。滚！都给我出去！我不想被人照顾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你走吧，我不需要照顾。你以为我是来照顾你的吗？请你看清楚，看清楚我身上挂的这块牌子。我是医院找来的特别护理，专门负责你的生活和康复训练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严格遵守我给你制定的作息时间。现在，跟我去康复训练。凯强，你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你把男人的尊严看得很重要。我知道这次受伤对你打击很大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打击能把你击垮。你这样自暴自弃，你对得起谁？你知道家里人很着急，很担心你吗？做人不能这么自私啊！在我心目当中，你一直是个积极向上的人，但是你看看现在，看看你现在这个废人样，这不是我认识的钟凯强，你知道吗？我多希望躺在那儿的是我，不是你钟凯强。等等，加强上肢的运动，在你的下肢还没有恢复知觉之前，你一切的活动都要靠上肢来支撑。啊，你看着他，我走了啊。啊，谢谢你，大夫。雨晴，我看今天行了吧？不行。你难道想让你腿部肌肉萎缩吗？再坚持一会儿吧。啊，这样吧，我推你到外面去晒晒太阳。护士小姐，你好，请问我能进去见钟凯强先生吗？很抱歉，钟先生交代过他不见客。啊，但是这个花我可以帮你转交给他。请问您贵姓？云云。啊，何小姐，你来了。钟先生一直在等你，都问了好几遍了，问你怎么还不来呢？云云，你听我解释。啊，云云，云云。
哟，谁买的花？你给我的？嗯，好香啊。这是云云送给你的，你马上给云云打个电话，告诉她刚才是护士小姐搞错了，你没有说过你不想见她。雨晴，我是真的不想见她。凯强，我希望你不要误会，我来护理你是希望你早日康复，但是我不希望因为我来影响你跟云云的感情。你们俩已经有婚约了，我希望你早日康复，能够早日娶云云。这不关你的事，我不会娶她。凯强，麻烦你把这个支票交给云云。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办法，又不能交给伟康，还是麻烦你带我转交吧。你的这笔钱算什么？算是对他的歉意吗？算是云云的另一条生路。我希望他离开我这个废人，希望他能重新找到幸福。即使云云现在离开你了，我相信你们还是会在一起的。凯强，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更了解你。一直以来你都认为自己对云云的感情只是一种怜悯，你的内心其实一直在爱着他，因为只有发自内心的爱，你才会那么的在乎他，你才会担心他无法得到幸福，你知道吗？像你这么值得人爱的男人，哪怕你坐在轮椅上，云云他也不会嫌弃你的。不管你对云云做了什么样的安排，我相信他都不会接受的，更不会离开你。也许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目前我也只能这么做了。你应该知道，前不久云云刚扔下了拐杖，她说过她最厌烦的就是拐杖，她一直希望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走路。现在她康复了，我怎么能又把一个又大又沉的拐杖重新塞到她手里呢？要是那样的话，我们两个人的将来也只能是一场噩梦。你真的决定这么做了？云云曾经说过他很想去法国学习服装设计，我希望这笔钱能够帮助他实现愿望。奇怪，你是他的未婚妻，可是他把你拒于病房之外，反而让那个何雨晴陪着。我看他呀，根本就是忘不了那个夜总会小姐。像这种女人。行了，你别再说了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何雨晴。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，全是一路货。简飞，我们谈点别的吧。云云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人家把你的未婚夫都抢了，你还帮着他说话。我只是一直都想不明白，是谁那么恨凯强，把他骗到雨晴家，对他下那么重的手。这很简单，不就是为了女人争风吃醋呗？你别瞎说了，连巡捕房都说了，这事是冲着凯强去的，所以他们要排查所有跟钟家有仇的人。啊，查到了吗？钟老太太跟钟先生已经和巡捕房说了，这一次他们绝对不会放过凶手的。啊，啊，云云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们先聊。云云，今天在医院我叫你，你怎么不回答就走了呢？花儿，我已经替你交给凯强了。其实没什么必要，反正他也会扔进垃圾桶。不会啊，凯强他见到花儿很高兴。嗯，啊，对了，这个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。这是干什么？凯强的意思是
你不是要去法国学服装设计吗？他希望你用上这笔钱。他是怕我缠着他，想赶我走吗？你别误会，凯强是怕自己会终身残疾，拖累你。他希望你生活得很快乐。云云，凯强能这么做，说明他很爱你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看到的事实是，连我想去见他，他都会拒绝。雨晴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都会去医院，在凯强的病房外面徘徊，我多想进去，但是我没有勇气。现在，他又让我离开他出国去，我真的想不明白，这究竟是体谅我，还是他根本就没有爱过我，想趁这个机会摆脱我。云云，不过有一点，这几天我看得很清楚，你才是凯强最需要的人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？小三，怎么样啊？对了，等一下，我还要再练一会儿。嗯，凯强，康复训练那么多天，你的感觉有没有好一点？哎，练了这么些日子，一点变化都没看到，动不了的地方还是动不了，没感觉的部位啊，还是没感觉。我都不知道再这么下去会不会有效果啊。对了，我说雨晴啊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日子以来我的精神好多了吗？是吗？嗯，凯强，嗯，你要有毅力，更要有耐心和信心，就算吃很多苦你也要坚持下去。我对你有信心，你的腿一定能好起来的。嗯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听你的安排，好好坚持下去的，啊！你在这晒会太阳，我去病房打点开水来。好。怎么了？来，把墨镜戴起来。嗯，这样就行了。钟少爷，你好福气啊！好福气，我刚才在那边看了你们很久。你看到了，雨晴是一个好护士，也是一个合格的康复师。所以我说你好福气，你也非常享受他对你的服侍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一会儿说我福气，一会儿又说我享受，你是在嘲笑我吧？嘲笑我是一个站不起来的人是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欺负病人算什么好汉？我告诉你，伟康，如果我还能像以前一样站起来的话，就冲你刚才那句话，我真想跟你再打一架。我倒是真希望你站起来和我打上一架。你是不是认为我在利用生病的机会接近雨晴？还是你心疼他，怕他太累？你不会是在妒忌我吧？我没那么无聊，也没那么小心眼儿。那你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伟云。怎么了？没话说了。你不觉得你对我妹妹太过分了吗？非要让她离开你，甚至不让她来看你。他都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，都被你拒之门外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？我想提醒你，云云现在是你的未婚妻，你们之间是有婚约的。正因为有婚约，所以我要承担这份责任。定下婚约是为了给双方幸福，可我现在这样怎么给他带来幸福？我只能让他更加痛苦吗？我要想让云云自由，他也只有离开我才可以获得自由。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和云云见面是为了他好事吗？维康，云云受的苦实在太多了，我不希望我的这份痛苦强加在他身上。我现在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云云的状况，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开始哭，
一直哭到晚上再睡觉的时候。维康，你帮我劝一劝云云，你告诉他长痛不如短痛。要说你自己说去吧，我只看到你让雨晴留在你身边照顾你。那是因为雨晴只是一个普通朋友，你也了解雨晴的性格，她会产生负罪感，她一直认为在她家出的事，所以她要负起这个责任，所以我让她来照顾我，她心情也许会好一些。维康，我向你保证，如果有朝一日我还能站起来的话，我还是会娶云云的。但是现在看来，这个希望非常的渺茫，也许能陪在我身边的也只有这个轮椅了。我告诉你钟凯强，我妹妹根本就不在乎你现在的样子，哪怕你这辈子都是这样她也不在乎。你知道我妹妹有多爱你吗，钟凯强？我知道，可是我实在不忍心再拖累她，她应该去找一个好男人，至少应该是一个健康的男人，让他去享受生命中的幸福。他失去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钟凯强啊，钟凯强，你还是不明白，我妹妹什么都能失去，唯独不能失去你。那你呢？你不是也离不开雨晴，现在去选择了凯越吗？维康，我们都知道，彼此不能只依赖感情而活着，对吗？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下，安排云云去国外学习一段时间，好好的休息休息，也许她能够找到一个更爱她更适合她的男人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是。